凭这里啊，我们再给各位回顾一下啊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印堂的观念，印堂就是押韵以上的音节数，所以这个印堂有多少个音节数啊？14个音节，对不对啊？2句14个音节，因为韵在这里。那么这个呢是摊破以后，它采取的是奇言的摊破。奇言就是4、5、7两边都是奇言的摊破。摊破为几个句子啊？2个7字句。啊，这个基本观念一定要有。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它的这个停顿的时间最长的，当然是这个，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二，然后呢，这是第三，这是第四，这是第五。停顿的时间越长，它的地位就怎么样？越重要，越重要就不可以改变怎么样？不可以改变平仄率。越重要的地方，比较次要的就可以。其结果真正次要的是在这里。啊，所以能改的这个，可是这个又不能改，为什么？因为凡是这个句末是既是声韵又是意义，所以在音部点上能改的事实上只有这个地方啊。而一三五不论，像这个一三，可是这个如果五也不论的话，这里改成怎么样？改成这，那这个就显得怎么样啊？太逼促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就是孤品。所以孤品呢，有三种孤品。论它的第一种孤品，严重性的孤品，是这个。如果它改成仄声的话，那么整个呢，这个不算，因为这个是韵脚，所以变成只有这个品。这个孤品呢，我们把它叫 S 孤品。就是这种孤品啊，是最严重的，非救不可。古人考试，如果碰到这样的孤品，而你没有救的话，刷下来，就不重视，这不重视。你就休要看这一颗呢，就等下一颗吧。所以一首诗就一个平仄没搞好，都会产生这个毛病啊，这样的情况。各位，这个就犯孤品。那么像这个呢，如果这样的情形，这个就是咪式孤品。啊，所以有咪式孤品，
稀释孤瓶比较无所谓，稀释孤瓶如果把这个变质，那么这样的这个孤瓶就叫稀释孤瓶。稀释孤瓶可救可不救啊，说孤瓶在古人的观念只有一种，是 A 式孤瓶。我把它扩充为三种 A 和 B。 A 是非救不可， B 也应当以救，应当以救为好。所以像这样的孤瓶，你看没有办法，只有找对方，找对方来救。找哪一个呢？就找他，使他变成平生。因为我们说过，蕴藏是整个阴律，蕴藏里边的阴律是整体性的，不是单句，是整体性的，所以可以用对句来复救。注意，蕴藏是整体性的，啊，这观念要有。所以蕴藏我们也说过，它摊破可以有不同的摊破的方法，比如说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这个是哪一个调子啊？虞美人。虞美人的调子的后边一句，恰似一江春水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，向东流是单四句，这个合起来三个，因为它在下边不能再分了啊，所以这个就分成六三的双四句，三的单四句。单是双是是它的音节形式，各位还记得吧？可是像蒋捷的虞美人，蒋捷的虞美人呢，他是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你看他的九个字，虞美人九个字，他摊破为两个句子，啊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，啊，不同的摊破法，可是要保留相同的音节形式。六也是双，四也是双四，五也是单四，所以摊破就是一双一单，类似这样呢，就是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整体性的。又比如说这个概念，各位以前都没有人注意到啊，你们书其他没看到的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这是第一个蕴藏，十个音节摊破为五五两个单四句，啊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，十一个音节，啊，我们把圈圈把这个叉叉当单数，把三角形当双数，摊破为一个六一个五的这个单数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这是七个音节的蕴藏，摊破为两个双四句，
一个单世纪，岂无舞弄清影，何事在人间？上半阙是这样，下半阙如果都一样，上下半阙都一样的话，各位注意，就叫重头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乐章再重复一个乐章，这叫重头。两个乐章的词叫什么呀？叫双调。一个乐章的词叫怎么样？单调。三个乐章的词叫什么？三叠。四个乐章的词呢？叫四叠。词最多到四叠。啊，那么开头的第一个韵场，各位注意，是不是第一句？一般的学者都说第一句错了，第一个韵场不一样变化的，就叫什么呀？换头。《水调歌头》这个是什么呀？转诸葛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所以它的换头是原来的十个音节换为怎么样？九个音节。摊破为怎么样？三三三的单四句，但事实上它摊成的是双四句啊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被谁掩？你看第二个音节是十一个音节，和前面上半阙一样不一样啊？一样的。香港有位教授就说，我们怎么样，苏东坡不守律啊，说这样不守律，因为他不知道摊破的观念啊，不知道摊破的观念。其实摊破了一个双式，一个单式，一个双式，一个单式，是可以的。啊，所以现在蕴藏这个观念是我提出来的，啊，以前没有人那么说，但是它是重要的。下边都一样了，啊，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悲之远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是不是啊？一样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啊，这个就是摊破。所以诗的蕴藏，七言诗的蕴藏是几个音节啊？十四个音节，摊破为两句。五言诗的蕴藏是十个音节，摊破为两句。可是如果七句句押韵的，像秋风萧瑟，天气凉，草木摇落，露为霜，这样的句子，它的蕴藏只有七个音节，因为它句句押韵啊。这观念各位要有啊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这个改变成特声，他稀世孤贫，我说过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常会怎么样补救。补救的方法，他把这个变平的话就变仄平平仄，
就没有西施孤萍了。啊，也可以呢，找对方来救。这里他变仄平仄仄，使他平仄平平，两边这叫互救。啊，第三个音节改平声的话，那么平平平仄平，平声稍微多了。虽然仄声可以撑得住，可以，但一般呢都还会在这里把它改成仄声，仄平平仄，啊，像这样的情形。可是可不可以改这个啊？拿他来救他呢？啊，像这个如果说改平，那他改这可不可以啊？他改了以后就换了什么？孤平了，所以他不能救了，这个就不能救了，只能本句自救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一改，他可以来救他。可如果这个改的话呢，把他这个也改成平声，使他平平仄平平，让这个来救这个孤萍就可以了。总而言之，不使他孤单。啊，道理就这么简单。这个不能改，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音节也是不可以更改的。同样的情形，各位道理都一样啦，这里就改这里嘛，这里也可以改这里啊，这里也可以改这里啊，不可以，因为孤僻，如果要改又要改这里来救他，他来救他，啊，这个是可以活用的，活用的。那么同理，这个一改，他这个仄声就相当孤独，所以改这里来救他，不救也可以，因为仄声强，改这里来救他也可以，啊，那这里再改来救他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基本原理都一样。那如果把这个改了，各位看看，是不是又犯了一种孤平了？剩下的只有第几章啊？第五哦，第四个字是不能改的，啊，第四个字不能改。那么第五个字如果改成这的话，各位来看看。仄仄平平仄仄仄，基本上是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仄声本身含有什么上去入，有三种声调，本身有没有变化？有变化，所以仄声三个连用，除非你用赏赏赏，去去去，入入入，这个会太怎么样？赏赏赏就太曲折，因为赏声是什么？曲折。去去去太怎么样？太静切。入入入太怎么样？太短促。啊，如果赏去入，那很好。有变化，或是去去入，赏入去，让它有变化就可以。不过一般，如果是一个诗人，像杜甫这样，他就会把这改平，让他呢，仄仄平平，仄平仄，使平仄之间采取一个比较均衡。所以像这个就是本句自救，啊，
他这个改平也用他来救的。如果他改平，就平平平平，四平连用，太轻，因此把它改成怎么样？改成这，所以这两者之间可以互救。会不会搞糊涂啊？不会吧？基本原理就是就这么样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么一三这个可以改，五呢？如果改这个的话，各位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三平连用，没有变化，太轻，所以这个不能改，这个音不能改，因此一三五不论是不通的。碰到这种情况是不通的。好，这一组是这样，那这一组呢？你一改了以后没关系，三改了他可以来救他，彼此也可以救。这改这个他也可以救，这改这个这也可以救。所以他们呢彼此救的情况很多啊。那么如果这个改成仄声，那么没有救的话，就仄仄仄平仄仄，这又换成什么呀？咪是孤平了，也太逼促了，因此就要找谁来救呢？找他来救啊，找他来救。因为他能不能找他来救啊？不行，这个是音不点啊。能不能找这个他来救啊？不行，这个是音不点，所以只能找他来救。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字这种形式的这个地势，这地势是不能救的啊，因为地势是音不点。这这平平这这平，那么这种情形就是首句押韵的情形，七言诗首句押韵的情形，它可以变化了，只有这个字。这个如果变成这的话，那么第五就改成平声啊，来救他。就是孤平，否则他就一是孤平的，所以只能这个来救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只有这两个可以变化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原理而已。仄声太多，就太怎么样？太强。平声太多呢？太轻弱，仄声太多太强硬，都不是声情，美好的声情，因此就要救，救就使他避开这种现象。所以他的这个救呢，是事实上是活的，啊，你背是永远背不来的，啊，背是永远背不来的。好，我现在呢，黑板上写了这些，这十条，第一，各位要分辨哪个字是拗字。第二，适合补救，如何补救？好，请各位从第一条看起。山户无人，破鸟啼。这一句
哪一个字是凹字，有没有补救，就这一句本身有没有补救，可以不可以不补救，你们说这哪一个字不合乎平仄里，开头第一字有没有补救，没有，可以不可以不补救，可以不，为什么，第一个字距离音译完成点圆，第二它在上半段里边，上半段里边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啊，有一个什么撑住了就可以啊，一个户是仄声，所以平仄平平是可以不救的，好极了啊。好，第二句你觉得怎么样，君在江南相忆否，哪几个字不合乎平仄里啊，好，君还有呢，还有那个相，你也可以读相，你如果读君在江南相忆否，相忆是入声，君在江南相忆否，相忆否，那么这样也可以，因为下边的三仄就变去入赏、哦、也无所谓的，但是呢在这里显然是怎么样，君在江南相忆否，只有哪一个字相是合乎平仄里的，所以只有君不合乎相平仄里，那么君也因为有个在，所以刚才道理是一样的，好极了啊、哦。下边呢第三句，对了，这个问题啊要给各位啊特别讲一讲，当一字有两读以上，一字有两读以上，各位想一想看，有时候是怎么样，你要取它的音还是要取它的意，就韵文学的颂吟歌唱来看的话，是要取它的音还是要取它的意，颂吟歌唱，注意，对了，取音，你要分析解读欣赏，要了解它的意义、情境、思想、情感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它的什么？要用它的意。啊、哦，比如说这些句子，第一句各位都知道是曹操的怎么样？《短歌行》。对酒当歌。人生几何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，慨当以慷，忧什么难什么、嗯、这个诗可以读怎么样，是望可以读怎么样，往，怎么读，好，我们来表决，来表决，有四种读法，第一种忧思难忘，把思和忘都读平平，第二忧思难忘，第三忧思难忘，第四忧思难忘，
你看有四种读法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相好，赞成忧思难忘的请举手。没有。对了，为什么四个都平生啊？啊、哦，这样的句子啊，诵吟歌唱谱起曲来都不好听。第二，忧思难忘，赞成这个的举手，很不错，因为那个忘，非读诵不可啊，忘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在诗的押韵，各位注意，诗的押韵声调不一样，韵部就不一样啊、哦。譬如说往，那么你往有平声，有上声，有去声，没有入声啊，所以有三个声音。汪王旺，声调不一样，韵部就不一样。如果词呢，它是平声一个韵部，入声一个韵部，上去是怎么样，可以合起来编一个韵部。如果别曲的话，注意，别曲的话没有入声，所以平上去可以算一个韵，这通压。别曲的话，如果难曲的话，平上去通压，入声读压。这个是韵文学诗词曲的这个分野。我再说一遍，诗是平上去入，都各自分韵的，不能算同韵。词呢，上去可以合起来为一个韵，通压。所以词有声调的话，可以分为三个韵部。曲的话，别曲没入声，所以上去平上去是一个韵部，难曲有入声，平上去一个韵部，入声读压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呀？属于诗的范围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他压的是仄声韵还是平声韵啊？平声韵，压的是平声韵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字只能读什么？只能读平声。这个只能读平声，忧思难忘，就有一个仄声在里边，所以像这个仄仄的是根本不存在，这个也不存在，那只有这两个。这两个如果把诗都读什么呀？读平声的话，那忧思难忘太平了，太轻了。所以最好的读法是什么？忧思难忘。所以啊，韵文学只要看你怎么读，就知道你的功力怎么样。好，一弦一柱怎么念啊？是诗华年还是四华年？要读诗。因为读诗的话会怎么样？平平平，三平连用，懂了这个道理了没有？啊、哦，
所以景色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丝滑捻，是一弦一柱丝滑捻，还是一弦一柱丝滑捻？后边不能读丝滑捻，如果这么读的话，就是意义结构形式。音不一定是一，谱曲、歌唱、吟咏，都要采取这样的音部节奏。可是理解它，当然是丝，丝滑捻，你就要读成丝滑捻来解读它。想了解这个意义吗？好，那这两句，昔人以，这可以读成什么？以诚，以圣。你把一百个人叫出来，我看一百个人都要读以诚。如果我读以圣，说这个台大这个教授是怎么念书的，连这个字都不会读啊？错了，我读以圣才真高明。为什么？各位来看看，信人真入圣，以成黄鹤去。你看，这个是音部点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音部点，它是平平仄仄，平平仄，所以不合乎平仄律的有哪一个呢？有这个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等于呢一个句子有三个不合乎平仄律。这个系比较没关系，距离远。可是以成这个音部点很重要啊。可是你如果读以上，它就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那么黄鹤去这个地方应该要平啊，但是没关系，他有人救他。此地空余黄鹤楼，哪个来救他？这个哪一个来救他？就黄鹤的这个鹤来救他，因为他该这，所以这是本质，怎么隔句互救，对不对啊？隔句互救不能用这个来救他，因为它是音部点，上边这个没关系，它改成平声，两句，隔句互救。所以，昔人已胜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你们觉得读起来有没有很拗口啊？没有啊。所以这样就合理了。一般人说这一首诗啊是不合理，但是这两句合理，另外下边两句啊也是另外一种合理啊。这是律诗里边呢另外一种比较宽，但是采取了
一种整体的互救。我们说过两句是怎么样？上半下半是同在一个蕴藏里边的，是整体的。所以在这里边，你看它黄鹤蕴去不复返，你看六个仄声字，六个仄声字，六个仄声是很重很沉，对不对啊？可是拨云千载空悠悠啊，这两个彼此救了以后，下边这六个字，它六字对五平哎，尤其那个什么下三平，整个轻重就调试过来了，啊，这样的对我可以产生一种什么呀？一种声调的落差跌宕。更加的这个什么呢？强烈，把那个时空的变化，这个写的是什么呀？昔人已乘黄鹤去，这个变，此地空余黄鹤楼，不变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变，拨云千载空悠悠。千载都一样空悠不变，哪一个这个什么时空的变与不变的交错跌宕？所以为什么李白看了这首诗，他说我做不出来了，是有他道理的。他在唐代的律诗还没有被僵化以后以前，律诗还没被僵化以前，利用这样去，所以这里要读圣。下面那个呢？这个字要怎么读啊？有词，也有字，在这里当然要读字。门前自行进，如果读词的话，四平连用啊。所以以后你们诵读诗啊，就留意到一个字有两读的时候，如何去选择诵读。如果有一天你要把它谱成音乐，也可以留意这一点。第三句，半江瑟瑟。各位，得字延伸的读法。得字延伸，什么叫得字延伸呢？就是下礼拜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和对联有非常密切关系，那就是词汇的结构。副词的结构啊，副词的结构啊，谈语法的人啊，谈语法的人常常呢没有弄得很周延啊。我把它分析得很周延，各位把那几个原则记住了，你以后一看到词汇，你就马上可以判读这个词汇是属于哪一类型，你记住这个。然后呢，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最喜欢用的对我的句子，就会无所不通达啊。因为对我里边从一个字到一个词汇到一个句子啊，到一个句子，不外乎我们课堂所讲的单词、副词、句法、
句法里边一个句子还有音节的东西，音节对不对啊？有音节的形式，我们将来要讲个句法的结构，句法的结构比较难，但是呢也不出几个基本原理啊，读书做学问了、你就抓住那个原理原则，才能真正知其然又怎么样，又知其所以然，才能够触类就通达，不必用记忆，记忆的东西很快就会混乱的啊，像这个平仄力的这个什么变化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抓住我们这几个原则，比如说，接着我们来看，也都一样。啊，我偶然问各位一下就好了啊。像半江瑟瑟哦，这个瑟瑟两个字是入声，所以你读瑟瑟没问题。如果寻寻觅觅，你要怎么读啊？是读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还是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前者还是后者啊？后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二个字，它事实上只是在声音上的延续而已。就像我们说桌子、椅子、词尾，寻寻事实上就是寻，只在声音上给你延续一点，让节奏、让这个语言呢有一种轻重之别。所以，你如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这个呢，就是节奏缓慢，一字一音节了。而事实上，这种副词结构，啊，它一定萧萧瑟瑟，啊，凄凄惨惨戚戚，是快速的。我们台湾有一种代表戏曲剧种，叫歌，怎么念？鸽子戏还是歌仔戏？是鸽子戏。鸽子就是闽南话“呱”的那个词尾。你念桌仔还是桌子？你念桌子、椅子、鸠儿，那歌仔戏的那个“仔”就是读子。歌仔戏的“仔”只是广东一带的方言。我们台湾以前的这个文化受到哪里影响很大？香港，香港，所以呢是牛子，而不是牛仔啊。可是这个呢，都一直错误。我在台湾是把它改过来，半江瑟瑟，半江红，那个半字该平用仄也就无所谓了。且看欲尽花惊艳，那个且这里的看就非读什么不可啊，读看。如果且看欲尽，那就是这连用了啊，这就很明显的例子。你这个一字两读的时候，好，再来接着那一句，从句两开他日内，各位教刊，我们有一位很尊敬的老师，他写过一篇文章，写到这两句，对杜诗要校勘。有那个版本做从句
两开他日的，有个版本做重聚重开他日的。各位哪一个字好？我那位老师呢，他因为对于平仄力的变化并没有太留意啊，他选错了。请问应当选哪一个字？选重字的同学举手。选两字的同学举手。好，大部分都是选两字。为什么不用重字呢？你看重聚这个入声，如果重开，重开它入列，它这样子的话就平仄平平，上边四个字只有一个仄声，当然可以。可是如果把两开的两改成仄声的话，它就变平仄仄平了。平仄仄平就本句怎么样？复旧了。本句复旧，声情就比不旧要好。你们听就好，用耳朵。重聚重开他日列，和重聚两开他日列，这里边还有那个重和重两个声音怎么样相同，一个句子里边的声音抵住可以，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同一个这个声音的字音相同，这是忌讳的，就附它。一个句子里边出现两个韵脚相同的也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韵脚会使什么声音收缩。你和句押韵的字相同的韵的话，会不会把整个句子切等于切断两句啊？因为它声音收缩，所以一个句子里边切记出现在音部点上，注意在音部点上重复出现那个同个韵的字啊。好，各位，重聚入声，两是上声，入列去声。如果重聚重开他日列，在声调上怎么样？少了哪一个声调啊？上声，两开就四声地换，一个句子都有平上去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起来重聚两开他日列就感到顺了，是有这三个缘故。几回亲手点朝班，各位这里边有没有复旧的现象啊？如果有，是哪两个字复旧？哎，好极了啊、哦，好极了。然后再来，魁梧孤城落日斜，免疫不夺望京华。是怎么救啊？魁梧孤城落日斜，
魁虎的魁该怎么样？该制用品。因此每一北斗的每该平用这，这叫什么互救啊？格局互救。好，再看下面，乡道作于应无力，必无七老凤凰之。乡字该这用品，你说下边的必无的这个必怎么样？该平用这啊。那么作于的作是该平用作，所以下边的必无七老的七该这用品。因此这样的这个句子，乡可以救弊，作可以救妻，同时乡也可以和作互救，弊也可以和妻本句互救。像这个就既本句互救又格句互救，像这种变化就是很讲究的，很讲究的。你看杜甫啊，自己说：“晚节见于思虑细。”他的思虑的细，两方面，像这个就是细，像一个句子里边，使得他平赏去入，四生地坏，这就是细。啊，第三个戏是什么呢？他敢于突破这个规律，采取自然韵律。他这一方面的成就是在他的绝句里边。绝句有一首我常做例证的，中巴之东巴东山，各位还记得吧？哎，像那一首也是他用自然语言旋律的那个精到的地方啊。好，接着少年，我们看书本157页，少年无不可，这五言诗是少和无两个字互相救，所以保留五个字里边有两平三仄。水客岸有烧野火，烧野火，你看这个野火啊，两个都赏声字啊，两个赏声字在一起呢是要变调的，所以尽量不要用啊。这个作诗填词作歌词，除非不得已，像野火你很难换一个词啊。水客的水，哎，不，岸，水客岸，那个岸是该平用这啊，该平用这，但是它呢，因为有油和烧两个平声，所以呢，也无伤大雅，可以的，但它没有救。何事秋清涌？那个何，应能仄声，它改为平声也没关系，因为它里边就两仄三平啊，又是秋清两个字平声，可以一个四字可以来撑得住和秋清三个平声字。
秋山春雨闲吟过。那么那个春应当仄声，不过雨呢，因为仄声也可以撑住上边的三个平声，所以也没关系啊，不是要害。疑是子云居，那个疑该仄用平，但是也因为第一个字。客心何事转凄然？客和何就本句自救啊，这些应当各位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下边呢，157页的倒数第三行，欲归番里游，那个玉子是该平用仄。如果那个番保留原来的仄声，就犯了什么大毛病啊？犯孤平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番字就非改平声不可，使得这个仄平平仄平不会犯孤平啊。如果玉改成仄声，而番还保留入去声，而不保留仄声的话，那么那个归就是孤平了。这个孤平是犯大忌讳的，我们所谓 A 是孤平。远在剑南思，这个要怎么样？这只能思洛阳，而不能视洛阳，因为视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那个南字又会成为怎么样？成为孤平了。远在剑南思洛阳，不思的话，它是平声，而且音译都可以相合。如果这个诗读是，那个难就犯孤平。好，各位再翻过来158页第六行，这个要读看花满眼泪，还是看花满眼泪啊？就只能读看花满眼泪。如果读看的话，那这个花也是属于咪式的孤品啊，所以要读看。今日奉钱过十万，注意啊，我念那个入声都特别。今日奉钱过十万，今该平该仄用平，而因此那个奉就该平用仄，本句自救。还有这个过，各位，今日如果说今日奉钱过十万，过十万，那么它呢就不是三仄连用。可是如果你读今日奉钱过十万，这个就三仄连用，但三仄连用因为它过是去声，失是入声去声，所以三仄连用还没多大关系。就像上边的满眼泪啊，是赏赏去，不过满眼两个字都是赏声，其实不太好，
所以像春花满眼泪，那个满字呢是要变掉的。我们说过四声的这个特质，赏声是非常的曲折，所以李登辉呢，如果你还尊他为总统，那么李总统是读不出来的，你必须李总统，就拿总统两个字，你也不能总统，你还只能读总统，这叫变调，叫连音变调。连音变调在闽南话最多，闽南话最多。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方向的方，方向方向，你用方就读方向，北方呢北方，调子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这就是连音变化。两个字都如此了，三个字更麻烦。所以中国语言呢、啊、声调多的，像我们闽语、粤语、客语，这声调比较多的，连音变化很厉害。要标音难不难啊？标音就很难，因为连音变化要标音很难。好，在下边，王孙归不归？那个归，第一个归啊，应当仄声，但是它不在音部点上，所以这个勉强可以，啊，但是不是很好的一种韵调。寄予空林烟火词。那个空，如果你寄予空林烟火池，啊，各位这样子读呢，那个词是非读平声不可，因为它押韵。寄予空林烟火池，就四声地换，所以其实把这个空读空，声情更美好，啊！如果把它读空，那么这个也无伤大雅，因为那个烟火的火啊，仄声可以撑得住。下边次字甚为细，你看次字。甚为细，这里边只有哪一个字是平声啊？只有为，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咪是孤品，也要救，谁来救他？就对下边一句哀鸣何动人的何来救他，这叫隔句互救。歌声袅袅促清汉，促清汉，袅袅促清汉，也又犯了孤品，迷失的孤品。月色渐渐当翠柔，那个当字来救他，当然当也可以读当，但是在这里要读当，因为读当才可以救出。好，再看159页，延皮薄凉宴，那个凉和薄，本来延皮薄，这个薄是要平声，现在变入声，
良呢是要仄声先变平声，所以这两个字就是本句自救，使得这个句子有三平两仄，读起来你看言皮不良言是顺口啊，不该平声，良该仄声，现在他们把都改了平仄，所以本句自救，不就良，良就不。这个例子比较这个什么呢？比如说杜甫啊，用的就是这样的句子。下边一个例子：日色悠扬映山尽。映应当平声，山应当仄声。现在映和山两个字平仄对调，互相补救。像杜甫《咏怀古迹》里边，一是平生最消瘦，这个可以不论。第一个字，可是它的标准原来怎么样呢？是仄仄平平平仄仄。现在这两个音该平用仄，所以这个仄该仄就用平来彼此互救。这种例子很多啊，很多。各位看了这个，就一般人不知道说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明，你错了。好，再往下看，二月平送客。各位看看那个送，要平声，现在改为仄声。为什么这个音部点可以呢？因为客字是意义完成点而已，而不是韵脚，所以他改了仄声。仄声就要下边一句，那个东阳江又平，哪个字就他的那个江，这个就是隔句互救。你看，如果你写这样两句，那么去参加作诗比赛，而这个评审委员呢不懂得这些，他就说你不合理啊。下边你看更是有趣的啊，南朝是不八十四，几个仄声啊？五个。下边就什么多少楼台烟雨中，几个平声字啊？就五个平声字啊。怎么样救呢？像那个八，就由那个烟来救，那个十也是由烟来救，那个多少的多，可论可不论。所以像这两句，如果碰到不懂得变化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说昔人已乘黄鹤去，他说是不合理。南朝是不八十四，但他不知道还有隔句互救啊，类似这些啊。大概我们所说的这个平仄律啊的变化的各种类型，就是这样而已，不出这些。
我想不出这一些，啊，说各位呢回去自己模拟，把它弄一次，你以后就通达了啊，不要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，啊，下个一点功夫，抓住原理，你以后欣赏研究，欣赏研究都有很大帮助。因为啊，现在研究诗词曲的人，最不敢碰的是哪里啊？他生前的部分，这个作家，他的诗的特色在哪里？你像李白，很不守礼。可是你如果把我们的这些观念都吸收好，你就知道李白善于运用自然韵律。句长的长短，韵长的长短，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旋律啊的基础啊？啊，稍体、散体，和合乎规矩的这个律体，和故意的拗体，是不是各有各自的语言旋律的特色在里边呢？真是高明的作家就融汇在里边啊！你们如果把他的《远别离》《古有黄莺之岸》，乃在洞庭之南，潇湘之北。你看，那乃在洞庭之南，潇湘之北，这是什么句法？散文句法。海水之下，万里深。谁言谁人不言此离苦？这又什么句法啊？诗的句法。远别离，这远别离只是什么而已啊？三个字的句子而已啊。古有黄莺之岸，散文的句子。还有他呢，把那个神话的语言、经书的语言错综搅合在一起，所以李白的诗是另外一种韵调。没有任何人谈到这些，因为抓不住，说不清楚。各位练习就会啊。因此各位，如果我们三个字的，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三个字的平平仄，仄仄平，平仄平，仄平仄，仄仄仄，平平平，大概不外乎这种结构。哪一种最糟糕啊？这个最糟糕，对不对啊？太轻了，这个太重了，但是它有平仄力，所以它上这平仄稍微逼出还好，啊，这个就像我年老力衰，两个年轻人把我扶住，还算舒服，所以这个呢也是差不多这样，平仄平，这个哎就可以说大部分好了，但最好的是什么啊？是平平仄，仄仄平。为什么呢？收尾一个仄声顶住两个平声，两个平声下边一个，两个仄声下边一个平声，这平声不显得太轻。所以像这三个的结合是比较好的，这个也可以，不错。这个就不好。
红鲤四眼，你排列组合的现象会不会更多啊？字越多，平仄力的排列就越多，起码有这十种。那么各位应当可以分析出哪个不好的啊？这当然不好啊，这当然不好。这个呢，由于仄声的关系，还可以撑，还可以。这个叫什么啊？西式孤品啊。如果它摆在的是上半，啊，四个字的话，这个勉强可以，但已经不好，啊。这两个呢，平仄仄平可以，仄平平仄，这都对称的，仄仄仄平，这种情形呢，和它差不多，平平平仄这三个同类型。而这个就是怎么样最好的五言六言七言会不会自己处理啦、啊、几三与反啊，我们平仄力就讲到这里，下礼拜开始讲语言力。